特种兵。我扔马了，看黄色吧。这导师太难整活了。比赛开始。我和导师是老乡吗？真的假的？还有个扎宝，兄弟们，扎宝打完也就，哎，扎宝打完好像也到不了11点。蓝队完了，首杀。好，我让我们给到珍妮。来来来，直播间现在给导师征集一个名字，好吧？必须让这个人把名字改了。陕西第一深情。中豆开了呀，中豆开了呀，完了！你们居然不给黄色中豆，黄色挺厉害的，兄弟们。STE 闪一身，哎，可以。STE 闪一身，兄弟们，还有人打对套打累了，有一个676手机要休息，那个谁，格子人要休息。哎，导师翻三次不是这个谁，黄色翻了一个。青豹在干啥？学习呢，兄弟们，学习呢，可是还有拉拉队的兄弟们，黄色还有拉拉队呢。哟。我看一下私信里有没有人，应该没有了。枪神，枪神要报名。都睡觉了，兄弟，打到1点咱们就下播，好吧？可以了。今天我靠，今天从9点直接干到1点。枪神刚才就这样，可以，枪神。枪神也没说话，主要是我不知道直播间里哪个是枪神啊。我不是不让他玩了呀，兄弟们。啊。98K 是给扎宝报的名，兄弟们，下一位是扎宝。6-3，导师要被嘎了。我今天下播得统计一下这个谁胜谁负。谁能给我做个，哎，谁有心思可以把这个胜负图给造出来呀？咱们哪天安排一把复仇之战，好吧？把这个数据，有没有数据大师啊？说不定哪天还能复仇一下，有个数据啊。现在676不知道是几胜零负，格子几胜零负。格子6胜吗？
友谊赛，友谊赛，兄弟们，友谊赛。哎，没子弹了，太尴尬了，哎呦。封盘啊！封盘了，封盘了，封盘了。现在是黄 sir 和正义执法和珍妮马德帅封盘。哟，我连人都没看见就死了。好了，现在场上十分的激烈，比分来到了9-5。我现在要学对掏解说怎么解说呀？现在场上比分9-5，导师以微弱的劣势落后于黄 sir， 好吧，还是有希望追的。这边黄 sir 三线直接被打了一枪头，没了。第几场对掏了？哎呀，兄弟们，你要说第几场对掏，我还真的不知道。我只知道从9:30到现在没停过。哎呦，直接一个身法跳枪跳到了集装箱顶上，全打头啊！五五开 ，5-5 open， 兄弟们，好的，10-7。快叫好下一个扎宝，98K 呢？98K， 我给你私信密码啊，98K。有啥规矩吗？不能带配件吗？不能带激光就行了。11-7。可以，现在只剩下2分40秒，场上比分11-7，黄 sir 领先，导师4个淘汰，场上十分焦灼，这边高打地没了，比分缩小到了3分。没有斧苗，他们都不开斧苗，他们都不开斧苗。他们知道的呀，啊，不会翻盘了吧？黄色怎么14个？开上面，开上面，开上面，开上面。那个底下是假的，上面是真的，11-9。上面开上面，11-10了！天哪，天哪，拉回来了，紧张起来了。蓝队的超神选手，好的，这边比分拉到2分，还有1分钟，还有1分钟，翻盘有希望。1分钟翻2个人头还是有希望的。平局怎么算？平局擂主赢啊，擂主能多0.5个头，好吧。但是这把谁是擂主？这把没有擂主。平局摇骰子，好吧。平局石头剪刀布。有可能真要平啊！啊！最后30秒，奥利给！哟，最后25秒，最后10秒，
不要演我啊！最后十秒，黄 sir 冲了，他冲了，球进了，让我们恭喜黄 sir。比赛结束。留什么局啊？